那说实在，这个记者会召开实在是我非常惭愧的一个时刻哈。那这个多年前，这个发生了一段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感情，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难过，那也受伤。那说实在的，我相当的自责，那也向她非常诚挚的致歉。那在当时也获得了她的原谅，所以她对于这个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些内容，其实她当时就知之甚详了。那当然没有想到，隔了那么多年之后，那昨天用这样子比较居心民意的方式，然后在媒体上呈现出来，那当然造成了那么大的风波，那也惊动了这个社会。我个人对于这样的风波，我非常非常的抱歉那对我的支持者，对于大家，其实都深感歉意。那我这个在今天要这个送我的孩子出门前。那我特别跟我太太跟三个孩子，大家围在一起，那我再次的跟他们说声很对不起，就是这个新闻又再次的让他们就是受到惊吓了。那我也很谢谢他们，就是在出门前就跟我说一声"爸爸加油"这样子。那说实在的，这完全都是不应该的事情，所以我今天完全没有邀请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参加这个记者会。虽然他原谅我，但是这是我个人犯的错误，我自己承担就可以了。我自己来面对大家，跟大家说声"请拍摄"，也希望获得大家的原谅。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表达的，那也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。我也请问一下，是什么时候开始？